位 Momo 啊，我喺《宮心計》二心宮計入邊咧，就飾演呢個私設房嘅女士丁蘭。咁呢個角色其實都幾慘噶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同我分享咧，同埋睇我化翻呢個女士妝嘅話咧，就約定你禮拜五嘅夜晚11:00喺 Bibi Channel 嚟睇我接受心宮計化妝大挑戰。